关于民主投票，我用语音说一下我的理解。民主投票，是一个政治非常正确的，人人看上去都觉得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很公正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要民主投票？民主投票有哪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民主投票来选自己的领导人？为什么不能这个君权神授？为什么不能够有皇帝？为什么不能有贵族政治？它是建立在现代的一个政治哲学的理论，就是卢梭的这个主权在民。就是说，一个国家是每一个人的一个组织形式。这个组织形式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那么谁掌握了或者有权去调动、使用这个公权力，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它就可以决定这个社会的成员的很多个人利益。就是说，你既然把权力让渡给我，我就可以用我这个权力来，可以为我自己谋利，可以对你不利，这就会形成问题。那社会成员就会觉得这很不公平，在现代的这个公平体系下，他就会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出于这个原理，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谁掌握公权力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来说出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就具体化为投票，一人一票来选择谁来掌握这个公权力。就是说，每一个组成这个国家这个组织的公民都自动的放弃一部分自己的权力，这部分权力就汇集成公权力。比如说，这个复仇的权利啊，就是说，你伤了我们家的人，我就会要去把你们家人也伤了。那么在这个原始社会没有国家这个形态，没有这个社会组织的时候，这个是你自然的一个复仇权利。但是有国家之后，你就不行了，你就得报警，让国家公权力来为你复仇。这只是一个例子，其他还有很多，像国家防御啊、大型工程啊、税收啊等等这方面的话，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方面的例子，就是你把一部分自己的权力让渡出去了。比如公权力需要处理的就是让这个社会，的最大多数的人获得最长远的利益，但是这两个目标之间有的时候是矛盾的。就比如说，大家经常提到的就是说，我要修一个机场，就有一个钉子户他就不办，那么这个时候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要修机场，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钉子户给牺牲掉呢？又不行，为什么呢？从长远的利益来说，今天你可以牺牲这个钉子户，明天你用另一个工程项目、另一个计划的话，你又可以牺牲另一个小部分人。这样子的话呢，大多数的公民总有一天他自己会沦落变成少部分人，那个变成那个钉子户的那个极少数人，他又可以被牺牲掉。所以在长远利益来讲的话，又不能这样子去牺牲少部分人。但是公权力所要处理的问题往往是非常复杂的、非常专业的问题。比如说，就拿前面这个例子来讲，这个你打伤了我们家人，我要打伤你们家人，我要复仇，这个公平如何去找寻，这个往往不是个人能够理解或者个人能够处理的。因为每一家人都会觉得这个利益偏向于我才叫公平，利益偏向于对方就叫不公平。如何去找这个平衡点，这个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情。而这是社会公权力里面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你是由法官，由专业的法官去判断什么是公平。那么复杂一点的，就个人就根本就很难理解了。就这个分寸的拿捏是非常困难的，它一定需要一个成熟的有经验的、人格健全的、
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要一群政治家之间要有利益博弈，比如说三权分立呀、五权分立呀，它还要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来进行博弈，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来做出决定。他们是公权力的使用者，而人民不是公权力的使用者，人民是靠投票来选出使用者。因为人民或者绝大多数有选票的选民，他们是不具备能力去决定公共事务的。比如说，一个城市里面是不是应该修一条铁路，或者修一条轻轨，这个事情不能由这个城市里的人民去说了算，因为可能就是有些沿线受了这个利益侵害的这个。公民投票说不行，我们不要。然后大多数人呢，又因为他跟他无关，他觉得交通方便，大多数人又投票说，哎，我应该要，应该要。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需要由那些政治家，由那些被选出来的人，通过比较这个周密的规划，他只需要向人民有一个交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修这条铁路，修这条铁路对整个城市的利益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然后我们决定修还是不修。好，说到这儿，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我上面说的那一套啊，那也很简单嘛，也很符合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嘛，对吧？但是下面这个问题就是，人民或者选民是靠什么去选出这个所谓正确的政治家？他们靠什么去选？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国家的走向应该是什么样子。国家的具体政策应该是什么样子？甚至说，城市里面是不是应该修这条轻轨？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看到的只是个人的身边的这个利益。比如说，如果说城市我们选一个市长，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就说如果这个市长说好，我上任以后给你们每人发5000块钱，OK？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这是挺好的呀，我马上就有5000块钱可以消费了，会不会就投票给他呢？说到这一步，我们就要去看民主社会里面的政治家或者政治候选人，他是怎么样去说服民众的，通过什么手段？我们可以往前倒啊，什么华盛顿时代呀，威尔逊的时代呀，这个罗斯福的时代呀，里根的时代呀，现在川普的时代呀，我们一个个看下来。华盛顿时代的话，他实际上只需要说服几个议员就可以了。议员把意见带回去，这个说服底下的老百姓，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见过华盛顿，对吧？威尔逊呢，那个时候有报纸了，那个报纸是很发达的。那么威尔逊要发表的很多自己的观点呢，自己的意见呢，是通过报纸去表达的。当然，这个例子过于简单啊，可能大多数人也会想，哎，我还是比较理性的，发5000块钱这个太好了，以至于不能相信啊，英语的一个表达叫 too good to believe，就是那么稍微复杂一点的，稍微复杂，比如说我现在我上台以后，我要提高就业率，我让每个人都有工作，我提高最低工资，我让这个底层的拿最低工资的人收入立刻上升。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里的要点就是，每一个投票的公民他并不知道哪一个政治家的主张是对国家更好的，或者都对这个社会更好的。那么他们靠什么去投票给政治家？靠的是宣传，靠的是哪一个政治家能够说服他们。那么到罗斯福。最有力的工具是广播，到里根最有力的工具是电视，到川普最有力的工具是 Facebook 和 Twitter。大家看到没有？这样一条很明显的线，就是说，早期的民主的话是更注重于精英，中间不断的通过技术手段来不断的达到最广大的民众。这条线是比较清晰的，对吧？最早的时候就是，几个精英在一起开个会啊，决定谁当头，然后
就到了报纸啊，报纸呢就是读报纸的那个知识层啊，他可以决定。那么到广播呢，哎，大部分老百姓也能听广播了。到电视呢，不但看到广播，我还能看到你的表情了啊。到推特呢，那就是每五分钟就可以给你一个。所以越在早期，越由社会的精英去决定谁最终拿到那个最大的公权力。越到晚期，就是到川普这个时代的话，越由底层的民众决定谁最后拿到这个公权力。这个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前面讲过，底层民众他是不知道一个大型的管理，一个复杂的管理应该走什么方向，他是不知道的，他是要通过宣传来这个决定自己把票投给谁。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变成如果到川普这个时代的话，你就变成了不是我的政策更好，而是我更能忽悠。所以这个时候民众得到的信息，得到的这个候选人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他们的政纲也好，他们的主张也好，他们的人品也好，是通过知识层有起码是有一部分过滤和选择的。而到了川普时代，到了大众媒体时代，这个东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就是这个总统候选人，这个希望拿到公权力的人可以直接面对民众，直接面对民众，中间几乎没有过滤，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忽悠的能力，就是宣传的个人能力和个人魅力来征服民众，把票投给自己，这个时候他就拿到最终的最大的那个公权力。越在早期，那些社会精英的意见的份额就越重。你哪怕到了威尔逊时代，报纸是谁写的？基本上是知识层写的。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偏好来过滤你总统候选人发表的这些意见啊，你的这个意见过于这个离谱的话，我写出来的文字也会有点嘲讽，对吧？那么读者再往下一级的读者看上去还觉得这个人不靠谱，这个是宣传的工具，是报纸，而报纸的这个撰写者基本上是知识层。你哪怕到了广播，广播的新闻稿也基本上是知识层在写，电视的编辑也是知识层在编辑。那么这个改变是一个好的改变吗？我们可以看看历史，希特勒他就是一个有能力来直接面对公众进行这个数万人的这个面对数万听众的演讲，他可以通过广播来进行个人的演讲，很长时间的演讲，他可以通过个人能力去影响这个民众。中国的毛泽东也是，他的个人能力足够让全国掀起一个史无前例的运动，可以直接把国家主席给打到监狱里去。现在就是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知识层精英层都不看好他，但是他有能力把美国底层民众给忽悠起来。所以民主选举发展到现在，它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就是候选人可以根据可以使用自己的魅力，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和魅力来影响每一个选民来投票给自己，中间没有过滤层了，中间缺乏了精英对他的意见的表达。这个时候一个人完全可以通过个人的魅力，个人的能力来操控整个国家，这个局面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中间是可能实现的。现在美国的情况还不算太糟糕啊，有铁锈地带，有失业人口啊，
有一些不如意的人呢，川普的这个死忠粉，他的核心的支持率也就30%几啊。那么你想想美国的情况如果更糟糕一点呢，如果这些底层的他的贫富差距更大，他的底层的民众要占到比如说60%、70%呢，你想象一下美国如果有60%、70%的贫穷人口他们是川普的死忠粉呢，那么美国的国会还有活下去的可能吗？川普甚至是可以发起一个全民公投干掉国会修改宪法，怎么就不可以呢？你当一个国家出现这样一个特别能够忽悠底层民众的人的时候，制度是不可靠的。所以现在民主制度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它实际上面临了一个底层的一个原则性的挑战，就是那些要选出谁做这个公权力掌握者的那些选民，他们面临被这个现代技术使得那些有魅力的、有个人演讲能力、能够煽动人的那部分政治家获得更大的赢面。而这些人的政策是不是好，是不是真的对国家有利，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大多数人更长远利益得到满足，不一定，公众没有这个识别能力。谁有这个识别能力呢？精英层、知识层他们有，但是他们被逐渐的排挤出了这个游戏。就是因为现代的技术、现代的传媒使得这些中介起到的作用，精英层、知识层起到的作用被逐渐的削弱。用一句比较振奋人心的话，就人民手上的权力越来越大，而人民是特别容易被忽悠的，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问题。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可以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技术途径，就是恢复，通过某种技术来恢复知识层、精英层对这个政治的影响。这个怎么去做不知道，你总不能限制说总统候选人不能发推特吧，你总不能说我不能够不允许你直接面对民众讲话，这个是不现实的。那么怎么去恢复知识层、精英层的影响呢？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更重要的是要恢复社会的纺锤型结构，你必须要让中产阶级这一部分人的比例在社会中间占到主导的这个作用。因为贫穷人口、底层人民他是对社会有破坏性的，实事求是的讲，就是因为这套制度他们不满意，他们不满意，他们不一定知道怎么做更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体系是有一定破坏性的。像李自成啊，这个毛泽东啊，都是来自于这个底层的这个人民的支持。所以民主党他有很多东西太左，我也不赞成。但是他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恢复社会的，减小社会的贫富差距，恢复纺锤型的社会结构。煽动和鼓动底层人民去支持自己，这个是往往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非常常用的这个一个政治手段。所以这个底层人民的人口一定不能够多了，一定不能够在社会上起到一个能够像川普现在的他能够得到30%几死忠粉，就是我在第五大道枪杀一个人你们都会支持我的这样的人。所以这部分人是，这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当你这个社会本身结构上有问题的时候，再加上现在的技术手段让这部分人可以直接听到领袖的声音的时候，这就麻烦了。这就是现在美国遇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将来的历史怎么发展吧。